周润发近年来过着半退休生活，鲜少在荧光幕前现身。不过许多民众经常在路上巧遇他，近日就有民众捕获野生周润发。一名网友发文表示，巧遇周润发到一间自助餐买便当。从网友贴出的照片中来看，周润发正认真地挑选便当菜色，之后周润发也相当亲民，主动长进，与员工大合照，完全没有巨星架子。贴文一出，就让许多网友纷纷羡慕直呼，常常去这间都没遇到，好可惜哇，原来我跟发哥吃同一间便当耶。另外有不少网友忍不住好奇询问发哥点什么菜，想和发哥吃同款便当啊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Bye.